好，各位朋友好啊，同大家真係問個安先啊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大家我諗全世界唔好話全香港、全中國啦，大家都係喺一個疫症嘅影響之下咧，我哋過緊我哋每一天。咁啊，所以都係趁又講多次啦，即係就算幾咁困難都，我哋每一日其實都好多事情都要如常咁去運作同埋過嘅。咁所以咧，雖然咧你見我今日個樣比較嚴肅啲咁啊，只不過唔想俾人覺得我嬉皮笑臉啫。咁但係咧，仍然我哋工作要繼續，亦都要繼續做我自己嘅嘢啦。咁所以咧，今日繼續同大家介紹玩具堂嘅心水評測。今日講嘅咧就係 DID 嘅一隻1:6嘅產品。等等，少少噶啦，等等，冇錯啦，二次大戰嘅美軍嘅 Second Ranger Battalion， 咁呢一個咧睇個背景，大家都好清楚係邊一隻噶啦。咁喺介紹之前咧，嗱呢一個入嚟咧就係 DID 出嘅，咁雖然都過咗兩月啦，咁但係好似仲有啲未派曬喎，咁幾靚仔嘅，中意嘅朋友咧可以落小弟嘅店去，我諗應該都可以派俾大家。咁啊，一個少少心意啦，咪係 DID 嘅一個嘢啦。咁派完就冇噶啦，咁啊先到先得。好，咁啊講翻一啲產品啦，睇下盒先。咁一間其實主觀鏡都會影噶啦。咁啊比較特別啲講下嘅咧，就係佢哋都會喺個盒個邊度，因為連住啲膠紙，即係佢 DID 嘅封條咁嘅膠紙，兩邊都有。其實四邊都有，不過呢兩邊就即係上下就唔係有 label， 即係有 DID 嘅 logo。咁其實就好好處就即係未開過啦，唔好處就係即係收藏翻嗰陣就冇咗個膠紙咯嚇。咁即係見仁見智啦，呢個有時即係可還原嘅 packing 同唔可還原其實都有個好處。嗱，呢個係啊，大家都知道咧係一套嚇，應該係描述啦，即係借鏡一套經典嘅電影啦，《雷霆救兵》啦，我講嘅咋。咁啊，《雷霆救兵》嘅一個背景啦，咁呢一個好明顯就係一個。嗰八個救人主角嘅裏邊，其中一個最早應該係最早即係犧牲咗嘅一個軍人啦。咁啊，應該就係好似一個好出名而家嘅明星啊 ，Vin Diesel 嚟噶嚇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呢啲我哋大家玩開比老明咁，其實呢啲就即係擦邊球咁，但係就都係好似咁啊。呢、这個其實佢哋出應該唔知第幾個咧，其實係咪第四個咧？咁其實可能好多朋友都想玩曬成八個湊齊，咁呢個係總之就 SBR 嗰八個有齊咧，其實一個其中一個1:6嘅領域嘅一個終極嘅收藏啦，咁啊最好。咁其實佢有啲款都出過，咁但係咧就一路都未出曬八個，或者隔得好疏，或者甚至有啲係已經翻出咗。咁啊我自己呼籲啦，咁其實就如果出到嘅話，市場許可或者你哋即係叫做公司嗰邊即係叫做賺到嘅，即係又計個數可以出嘅。咁其實我覺得出曬八個係最正，因為其實裏面有個翻譯官啦，好膽小嗰個啦，另外就係medic 啦，其實都搶鏡啊。八個人裏面咧，基本上咧冇乜邊個係比較遜色。我覺得比較少人注意就可能係個猶太人嗰個軍人。咁但其實都有戲氛，其實套戲點解成日經典呢？其實佢每個角色都好平均嘅，即係唔會話側重曬喺個主角度。另外就係、是其實佢即係讓好多，其實當中好多都嚇，例如 Vin Diesel 已經紅咗啦。咁其實反而佢最少戲，但係佢最紅喎嚇，好難講嚇。咁其實好多戲氛佢都有，譬如 Medic 嗰個戲氛好多啦，亦都好有表現啦。咁另外猶太人嗰度最後尾同個德軍嗰個搏鬥咧，其實都係好精彩，因為嗰個德軍唔係普通嘅德軍，嗰個德軍就係當日佢哋喺度爭執咧放走嗰個德軍嚟嘅，就係、是、嗰個德軍佢翻轉翻嚟放走咗，佢翻到去之後。即重新裝備之後歸翻部隊之後翻嚟再打佢哋嗰陣咧，就係、是、呢個人殺四個猶太人噶。咁而呢個猶太軍人咧，即係當日好似係好反對佢去即係放呢個人咁。咁所以呢個係一個戲入邊嗰個好特別嘅戲氛。咁當然點講咧，就產品喺度講多啲戲啊。點解咧唔講咧戲咧？其實就唔過癮噶。咁啊，所以呢套經典電影裏邊咧有好多經典人物，呢、這個都係我其中一個最中意嘅。其實小弟曾經都係曾經做過即係砌過八隻出嚟。咁當然要好睇好多。即係我哋叫做可唔可以揾喺市場上揾到個散件啦？咁就其實都揾到嘅，但係有啲困難揾齊就嚇。咁希望如果
有公司出曬呢八隻一齊正，因為其實好多美軍一啲嘅 accessory 咧，其實都係好多全世界咧，一俾到玩家即係喺度周圍揾啊賣啊，咁啊即係希望砌到一隻。咁既然有產品，梗係最好啦。咁同埋最好就係咁多隻個 level 差唔多嚇，即係唔怕你越嚟越好，但係就唔好太參差，即係一個。十年前的質量配翻一個近年的質量，咁就難玩啲。咁但係呢個咧，我自己覺得就都八十幾分嘅。如果講嗰啲似唔似啊，咁啊成套一齊。咁呢啲我哋覺得散件方面，我哋覺得完全唔擔心啊，做得好唔好啊，即係準唔準啊？呢啲肯定準成嘅。同埋有套即係可以模仿嘅電影咧，去 back up 翻咧，其實呢啲 figure 應該係好正嘅。我哋一齊睇片。好，先祝大家身體安好啊！咁啊，大家一齊努力去防疫啦。好，咁講今日咧，我哋要介紹呢個 DID 嘅一比六產品啊。睇翻個盒面咧，應該咧就係介紹翻，其實係佢哋二戰嘅美軍系列嘅重新嘅第一彈喎。咁啊，就係呢個第二遊騎兵營啊。啊，咁即係換句話咧，暗示咗其實會陸續有嚟啊。咁會唔會係都係第二遊騎兵營啊？定係點咧？我就唔清楚啦。不過咧，佢呢個形象咧係好似一套電影《雷霆救兵》入邊嘅 Private Capsule 咧，就真係無庸置疑嘅。咁你睇翻咧個盒面咧，其實都寫得 Private Capsule 噶啦。咁啊，完全一樣。咁當然大家都明呢啲係一啲擦邊球嘅作品啦。嗱，而我更加有興趣咧，就係、是、會唔會咧跟住第二、第三，甚至到第八隻，係咪都係圍繞住個題材咧？如果係嘅話咧，我都會幾開心，因為我都知道咧，好多一比六嘅比較資深嘅玩家，其實都係比較中意二戰題材，尤其是啲經典嘅一啲嘅場面同電影啊之類咧，其實我哋都期待已久噶啦。更加咧，佢用翻而家現時呢個嘅質量咧，去重組呢、這個。隊伍咧，其實就非常好之不過嘅，即係將會成為咧好多朋友嘅終極收藏品啊！咁、我先睇睇個內容先啦。咁呢一隻美軍咧，當然係二戰嘅 D-Day 嗰只啦。咁其實據講咧，第二遊騎兵營咧，同第五遊騎兵營咧，第一步兵師、29步兵師就喺 D-Day 咧一齊奧馬哈呢個沙灘咧就登陸噶。咁啊，依個遊騎兵營嘅 A、B、C 連咧就喺一齊係參與呢個作戰啦。咁正正就係電影入邊咧，雷霆救兵呢一班朋友嘅所處嘅部隊嚇，咁、經歷過一個好慘酷嘅登陸戰，無論係歷史同埋戲入邊咧，都係非常之慘烈咧。嗱，咁登陸咗之後咧，休整完畢咧，咁 Captain Miller 咧就重組翻一個部隊啊，受命就去揾一個失蹤咗嘅101空降師啊。咁至於劇情啊，同埋各種畫面咧，就留翻大家自己慢慢欣賞啦。嗱，咁樣同大家講一講啲裝備啦。一講到裝備咧，一比六嘅一啲嘅資深玩家咧，就非常之雀躍噶啦。又睇下啲嘢夠唔夠做得夠精準啊，係咪用翻嗰個材料啊，有冇搞錯顏色啊、配搭啊咁樣。咁啊，從來咧我自己都覺得咧，喺戰場上面咧，好多配搭都可能發生嘅，所以咧有時咧又唔需要咁拘謹話一定要跟到足嘅。咁但係呢一個咧作品咧都可以有地方好多大家可以討論一下噶。嗱，先討論一下啦。其實咧當日咧喺奧馬哈或者係成個諾曼第登陸裏邊咧，好多嘅作戰部隊其實都孭咗一個叫 Arsa West 嘅，即係嗰個攻擊背心，係俾登陸嘅部隊使用，就係、是、嗰個四個袋嗰個咧後邊有個大袋嗰、那個。嚇、咁我呢一個咧 Capasso 咧就應該就冇呢個 Arsa West 呢個裝配。咁呢個配件其實當年我哋都非常之著約同埋好緊張要有呢、這個。咁但係睇翻電影入邊咧，其實好多時候你見到好多時間咧，卡巴索係冇著到嘅，同埋交代一陣咧係喺登陸嗰刻，即係落水嗰刻咧，係去到前面嗰啲叫做戰壕期間，即係攻入嗰啲德軍嘅碉堡嘅時間咧，其實卡巴索已經係好似冇著住呢件衫。但係睇翻喺入邊咧，你見好多時間咧。翻譯官啦，同埋猶太人咧，Tom Hanks 即係 Captain Miller 咧，其實佢哋都係著咗件 Arsa West 嘅。咁啊，睇翻佢哋個人嘅要求，其實 Arsa West 嘅意思就係可以補足翻 M41 咧，係比較少袋啊，或者難係只係純粹作一個保暖嘅作用嘅一啲嘅缺點，就可以即係而家我哋現代部隊成日用嗰啲 West 咁可以袋好多嘢。咁所以咧 ，Arsa West 唔講呢度啦。咁啊，相信嚟緊嗰幾彈咧，呢一件背心咧一定會包括喺裏邊嘅。咁但係講翻造型咧，喺我哋印象裏面咧，這個造型都係基本上係常常見到噶啦。嗱，咁啊 ，jacket 就係 M41 啦，呢個 OD 顏色啦，啊，典型嗰啲嘅外套啦。咁裏面當然有遊騎兵嘅 HBD 啦，即係嗰條褲啦，嚇，同埋恤衫嘅。
當然不少得的就是美軍一個標誌性的 M1 鋼盔，還有呢由騎兵自己獨有或者他們專門裝配給由騎兵的一對短撥，因為其實看回很多資料呢很多是不是穿撥的。至於基本武器裝備呢，就是通常都是一些大兵，即是我們叫最低官階的 private 呢，用這支的 M1 加蘭德的步槍。咁呢啲槍咧，其實雖然係一個即係步槍啦，即係唔係連發或者唔係半自動啦，但係咧聽聞都幾精準嘅。咁喺戲入邊咧，成日聽到嗰啲好清脆嘅轉膛聲或者子彈飛出嚟嗰啲砰砰聲咧，就係呢支槍發出噶啦嚇。咁咧槍入邊咧，其實有子彈夾啦，有其他啦。咁當然我哋呢一個產品裏邊咧，亦都有一啲即係子彈袋嘅。咁你見到腰個部分咧係有嗰啲嘅。canvas 做的麻布做的子彈袋，但也有一個是布製的子彈袋的另外呢不少得當然是美軍常用的 Grenade 手榴彈，這裡應該呢就有三個配了給大家的。啱啱見到這個呢擔著支煙的造型呢，都相信是大家歷歷在目，即是很難忘懷的 Capasso 的形象。咁啊，呢一個產品裏邊咧都會配埋支咁香煙，同埋個嘴咧都可以攝到落去嘅。咁至於點攝咧，大家慢慢研究一下，又唔會影響到個頭雕嘅喎。嗱，鏡頭咧，我哋繼續睇到好多配件啦。咁當然咧係多到非常嘅，唔使講啦，同大家講少少嗱，包括 M 1928嘅背包咧 ，M 1942嘅急救包啦。M1943 的掘戰壕的工具呢，就是那些翻釘呢，還有 M1938 的一揸住那個鋼絲鉗，還要是可動添的喎。還有一條呢有些黑色又用 canvas 包住的腰帶，這條救生的腰帶呢就很多時候大家都不知道是什麼，就是呢避免搶灘的時間呢士兵呢游不到水或者真的不懂游水呢，他們呢可以及時呢幫他有浮力呢的充氣腰帶來的啊。當然胸前掛著黑色這塊是什麼呢，大家不知道知道好跟大家說，除了 M7 防毒面具的那個袋來的，裡面理論上呢袋了個M7 的面具啦。咁點解係咁咧？因為當時二戰嘅戰場裏邊咧，都有傳咧係德軍用過毒氣嘅。咁但係最終係冇用到。咁所以當佢哋登陸嗰陣咧，其實基本裝備咧，其實美軍咧都有個毒氣防毒氣嘅面具嘅。最後尾同大家總結一下個頭雕同埋整體方面啦。頭雕方面咧，其實我都覺得係一貫 DID 嘅水準啦。咁我自己咧就俾80分啦，因為咧我自己嘅心目中個 Win Diesel 咧就再可以似啲。咁可能當然啦，同而家比較梗係唔同，因為佢當時比較後生啲嘅。咁但係我都覺得當時佢有啲 baby fat 係比較重啲。咁但係 anyway 咧，整體都非常好嘅表現嚟嘅。再加上咧呢一次嘅裝備同埋即係嗰啲配件咧，我就覺得恰到好處。點解咧？好多時係覺得咧，好多做現代做二戰嘅公司咧，好多時咧啲配件咧係做得非常之多，即係好似驚我哋咧唔滿足咁啊。咁但係有時我覺得多得滯咧係多咗好多配件，咁冇錯，有時係可以我嚟啲一啲新嘅嘢啊，做一啲額外嘅補品。但係咧太多有時都我嚟製造咗一啲困擾，我寧願咧係就啱啱好就夠啦。我不嬲咧，我認為咧再俾錄咧，如果係成個盒裝咧，所有配件其實啱啱恰到好處就夠啦。好，今集係咁多先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